为这从921之后，不论是这个中央或地方，一直不断的在讨论一个认识的任性的国家、任性的城市。这也就是目前我们都不断的在推进的，让乡亲家人更有危机意识，更有自主自保，然后从这个社区开始发力，然后一直到这个公部门一直来协助，这是从地方基层上来，还有公部门下这样。